好，我们的项目的整体的结构跟所有代码都已经完成了，是吧？对，好，这一节呢，我们来给大家从头再重新给大家捋一遍，捋一遍啊，嗯，梳理好，一下这里面的关键的一些点啊，我们都用到了哪些，然后嗯。呢，便于大家在完成这个项目以后，哎，知道自己在这个项目中所用到的知识点，知识，对吧？嗯，哎，对，实现了哪些功能？起码说，或者说你去面试也好，或者说嗯，是去跟人家去介绍也好，你总嗯，得说个一二三吧，对对吧？对，你啥也说不出来，你说我做了一个音乐播放器，是吧？那你肯定就是，就人被家感刷觉下你这来个了，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说不出东西来，这肯嗯，定是对，不行的。好，那我这里呢，简单写了一个 readme 啊，写了一个 readme 这个文档，嗯嗯。我大概呢把这个从这个技术点，然后呢功能实现，然后呢一个类文件说明，简单的来列一下啊，列了一下。那我们呢，从这几个方面来去给大家再串一下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个自己写的文件啊，包括这个是我们第三方的组件啊，这个都不算，这我们嗯，是直接拿过来用的，对吧？我们自己写的类文件呢，可能就是大概就是这么多，对吧？哎，嗯，从这儿一直到这儿就这么多个类文件，然后里面涉及到的这个我们叫核心组件，实际上是我们在学习安卓的这个除了 UI 部分的第二部分，对吧？UI，哎嗯嗯，，UI 就对，是学习那个基本的 UI，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核心组件了。你嗯，不管在任何项目当中，可能都会用到的，对吧？对，都会用到的一些内容啊。像 Activity 肯定是最常见的了，对吧嗯。？Activity 啊，里面是用到了 Solace，对吧？然后对，CP 嗯，的一个调用啊，我对，们是调用它来去访问了我们这个音乐播放器放的里面弃，那个本地的音乐库，是嗯，吧？对，然后 Fragment 这个应该是最常用的了啊，现在所有嗯，项目呢基本上都得用 Fragment 来去实现啊。嗯，嗯嗯，然后呢，View Pager 这一个切换是吧？哎对，，View Pager 这样一切换，然后 Handler 呢，我们经常在用来处理多线程或者网络请求以后，然后的嗯哼，一个异步处理的一个回调啊，对。一个发送一个 Handler 来去更新我们的 UI 组件，可能经嗯，常会用到这个 Handler 是吧？嗯然后跟 Handler 相结合的呢，就还有一个叫 Async Task，我们这里也用了是吧？哎，嗯，嗯，用它啊来实现了我们这个。实现了一个功能，然后呢，还有就是 Share Preference，就是我们用它来保存这个退出去以后的这个播放状态，状态啊，嗯，播放状态，比如说当前记录了当前这首歌的一个序号是对，吧？嗯。哎，等等啊，这样的我们这个信息给它做一个保存，在 Share Preference 里面来实现，这是基本的一些组件的使用啊。嗯然后呢，是第三方的组件呢，我们用到了这个叫 Page Sliding Tapestry，就是用它来做这个导航的下面的一个标签的切换，对不对？然后 Quick 嗯嗯。Score 呢，Quick Score 就是我们用它来实现这个列表页面的滚动条的这个提示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对吧？嗯，然后呢对。，OKHTTP Client 呢，我们来实现网络的这个请求；XUtil 呢，我们用它来实现了这个数据库的操作，对不对？主要是用它来操作这个数据库啊这一块，比较方便。然后呢，JSON 呢，这个呢是我们用它来实现这个网络爬虫的这样一个功能，是嗯嗯，吧？对。我们把分析了这个百度音乐上的这个我们解析它的静态页面里面所需要的我们的内容啊，用这个嗯，组件来去完成，也非常好用。对。然后安卓 LRC View 呢，这个用来显示歌词，是吧？哎，嗯。显示这个歌词。OK，用了这么多个第三方组件没有漏吧？有没有漏？嗯，应该是啊，大没概有。好像没有吧，没有漏到哈。嗯然后设计模式我们也接触过几个是吧？比嗯。嗯。如说模板方法模式啊，模板方法呢就是我们是用它来体现在哪呢？就是 base activity 跟 activity 之间的一个调用，我们用到了这个模板，对不嗯，对？哎，用到了模板的这种方式啊，这种方法吧，相当于是就是在 base 里面呢，然后通过一个抽象的方式，对吧？抽象方式自己呢写两个抽象方法，然后呢在本身的自己的类里面去调用本身的这个方法，对不对？嗯，嗯，调用本身的方法，然后呢把这个类呢延迟到子类里面去实现啊，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嗯，然好。后呢是策略模式，就是把您可能可变的部分进行一个抽象，是吧？抽象实际上呢嗯。这个模板方法跟策略有时候是非常贴近啊，就是两个方法呢可以结合着一起来去使用，比如说我有一个操作，那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对吧？嗯，很多不同功能，那我就可能把这个操作呢抽象出来，然后形成的多个算法组，是吧？类似于算法嗯，组，那咱们这个里可能只有一个算法，
算法嗯，族是吧？这一个算法族啊，抽象出来这种接口嘛。经常我们在用那个回调的时候，那里面那个接口抽象，然后呢，在子类里面，当然我们没有单独写字类，直接写成匿名的方式的类去调用，对吧？嗯，好，那么观察者模式呢，我们用它来实现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接口的回调，是不是？接口的比较，我们用这个接口的回调来去更新所有的 UI 是吧？嗯，对，主要是用它来更新 UI， 那么就用到观察者这种事件的方式，自己来去写事件，自己来去调用啊，这个方式也是类似啊。好，这种写法，这是技术点吧？啊，技术点里面的一些功能。嗯，那么实现的功能的一个实现呢，我以界面的方式来给大家来列一下，对吧？我的音乐这个界面，那么指的就是现在这个界面，对吧？里面还包括下面的控制条、控制按钮，对吧？嗯。然后音乐播放界面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点进去以后的，这个界面，对吧？对。这个界面就是我们音乐播放的这个界面啊，这个是。嗯、然后呢，歌词的同步，歌词同步切过来，对吧？切过来，这是歌词的同步这个界面。然后我喜欢这个界面。我喜欢界面包括在这里面会有一个红心按钮的一个体现，对吧？嗯，还有呢，在这个列表页里面的一个我喜欢，对吧？这个功能，这个我喜欢的音乐里面呢，它同样我们也可以进行循环的进行播放我喜欢的音乐，对吧？对，比如你在这儿一点这个播放，那就是在循环的列表，就是当前我喜欢的这个列表，而不是我的音乐那个列表，对吧？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有这个最近播放，最近播放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在这菜单项里面有一个最近播放，然后呢出来呢，我这里呢因为当时下的歌比较少，所以呢这里面给大家只固定了五首音乐，大家如果多的话可以这个把它改的大一点，是不是？嗯，哎，查询的时候就相当于那个 limit 那限制啊，给它改大一点就行了，那个是一个数值，我写的是五。好，只查出最前面的五条记录，对吧？嗯，嗯，五条记录 OK 查出来。好，这是最近播放，然后网络推荐界面，网络推荐这个歌曲的这个界面呢，就第一个包括我们搜出来的是热歌榜，对吧？嗯，第一步搜出来热歌榜，歌然后呢还可以通过搜索功能去检索，包括你输入歌名跟这个作者，哎，不是跟这个唱歌名跟歌手演唱者，对吧？嗯，对，演唱者的名字都可以，对吧？都可以搜索出相应的这个信息出来啊，这是这个界面。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点击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下载，是吧？这个下载就比较简单了啊，就是一个 dialog 而已，一个下载这样一个界面。这些是我们实现了这么多个界面。然后下面是所有类文件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描述，对吧？嗯，类文件的功能，我们分为这个核心的界面上的类。对不对？界面上的类跟这个服务啊 ，service 呢，我们也把它放在这儿了啊。这里没有分包啊，这里没有给它分包，就这么多个核心的 APP 应用程序的APP 类，然后一个 base activity， 这是我们基本上在每个程序里面可能都要自己写一个 base activity， 嗯，是吧 ？base activity， 比如说我们未来你可以把这个收集你屏幕大小啊。比如说因为每个手机的屏幕大小都不一样，是吧？所以你启动起来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就要通过这个核心的，或者是用在 application 里面呢，或者是在 base activity 里面，就把那个你当前屏幕大小的值给它取到，是吧？嗯，取到然后放在那里，然后每个地方要用到的话就直接可以调用了啊，直接调用，那最好可能写在这个 application 里面会更好一些，嗯，是吧？嗯，application 呢就直接就可以强转换一调用就 OK 了，是吧？嗯，好，是这样的。那咱们把一些公用的这个类的方式，就 play solace 这个类的这个对象，我们把它放到哪里了？把它放到这个 base activity 里面去了，嗯，是不是？对。好，那么所有继承这个 base activity 的地方，那么都可以直接啊，相当于是绑定啊，绑定这个 play solace， 嗯，是不是？绑定 play solace，嗯。OK， 我们这里面采用的这个技巧跟我们前面给大家。上课的时候提到那个技巧是一样的，就是我在使用服务的时候第一步先启动它，对不对？对，先启动它，然后每次使用的时候都去绑定，对吧？嗯，绑定退出的时候解绑，这样的话跟这个服务呢建立起这个实时的这样互动的这样一个沟通，对，对吧？这样一个沟通，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好的去可以使用这个 Solace 里面的这个功能。嗯，好，这些界面呢包括里面的界面啊，
然后工具类我们写的也比较，也写了几个工具类啊，包括一个 application，我们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转换，其他还没有其他功能啊。然后常量类的吧，然后 download，然后这个媒体库，可以有个这个搜索是吧？网络搜索的这个功能，适配器我们就用了两个，一个是 music，一个是 net music，adapter，两个类似差不多，就数据源不一样是吧？VO 呢就是我们的 bin 了啊，bin 有两个，一个是MP3 info 跟 search result 的，就大概是这么多个类，对吧？这么多类。好，那这是大概的一个功能跟界面的功能的实现跟类的一个说明。那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呢，你要去看这个项目的话呢，那首先你要从这个页面的入口开始看起，对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项目的话呢，我第一个看的肯定是它的这个 manifest，对不对？Manifest 里面，那么马上我就找到哪个是它启动的这个界面，是不是？哪个启动界面？你看我们这启动的界面就是这个 Splash 这个 activity 就是闪屏，这个页面对吧？哎，就是闪屏这个界面，这个界面这里呢可能这里面没有写是吧？对不对？是吧？这里忘了写啊，实际上这个就功能很小了，是吧？闪屏界面，OK，这个比较小啊，写不写都无所谓，OK。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 manifest 的，我就知道这个是我们一启动的那个 activity，是吧？所以呢，你打开看项目的话呢，你肯定是第一个要看看这个清单文件，对不对？清单文件，还有就是你要找到这个 application 里面所对应的这个 APP 这个类，是吧？APP 的，那表示这个类就是你整个应用程序里面一个全局的一个应用程序的这样一个类。那么在这个类里面，你就把它当做是什么呢？所有这个类里面都共用的一些信息，是不是？共同要使用、共用的一些信息，你可能都会放在这里，明白了吧？都会放在这里。那么你去拿的时候呢，就直接通过这个 application，然后一转换，就能得到了，是吧？就能得到了。好，这是这样一个类。那咱们这里没有涉及到多个 activity 打开以后没有退出的情况，是吧？没有退出的情况是吧？比如说我打开这个 activity，我又通过这个 activity 要打开另一个 activity，但是我上一个 activity 又没有退出，是吧？没有 finish 掉。那么我们这里呢，基本上都是finish 掉的，是吧？重新再 create 的。如果没有 finish 掉的话，情况下怎么办？哎，base activity 也能用啊，但是咱们没有这个功能啊，咱们这里没有这个功能，你就可以在 base activity 里面干什么呀？因为你所有的 activity 是不是都得继承它呀？对吧？都继承它的话，你就在这建一个 list。一个 list，每一个一创建，把当前对象添加到 list 里面去，然后一个退出，你就便利这个 list 把所有的 activity 都退出，一便利，所有 activity 一个一个的 finish 掉，是吧？哎，所以很多人在问说，哎，我怎么让一点退出，让所有 activity 同时都关闭？哎，就用父类的方式，啊，base activity 里面写一个list，对吧？啊，咱们这里因为没有涉及到啊。没涉及到，但是呢，说到这儿可以简单给大家提一下，是吧？比如说，你就装一个 activity，对不对？是吗？装一个 activity，这边叫做 array list，对吧？array list，那这边呢就是一个 list，你另一个 array list，对吧？每一个类的一个创建，你都是 add this，不就完了吗？是吧？然后你自己再写一个什么呀？自己再写一个这个退出的一个方法是不是？对吗？哎，退出的一个方法叫 ext 或者是 ext。然后呢，你实际上很简单，你就是一个 for 循环，一个 for 循环 i 等于零，i 小于 list 点 size，i 加加是不是？然后呢，list 点 get i 是吗？对不对？get i，然后呢？get i 这不等于一个 activity 啦，activity 点 finish，对吧？对，这就是相当于是你这个如果是多个 activity 的这个全局退出是吧？退出功能啊，很简单，就这样写就可以了，对不对？在就可以在 base activity 里面
来去实现。那其他所有的继承 activity 的地方都可以调用这个 ext 的方法来进行一个退出，嗯，对不对？对，进行一个退出功能。好，那么找到这个入口类以后，那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入口类了。入口类就是我们的 branch activity， 是这儿是吧？然后呢，我们入口类是把标题去掉是吧？全屏的方式，嗯，全屏的方式。哎，这里面呢，我这里面稍微又改了一下，之前用的是 handler 是吧？后面呢，我又改成了这个，timer 也一样的，也一样，就是延迟三秒钟去调用这个任务嘛，对吧？嗯，延迟三秒，然后去调用这个任务啊，这是跟那个 handler 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嗯，对吧？一样的。OK， 那么进入的就是这个 main activity 这个界面了，对吧？这个界面里面的内容可能就稍微比较，稍微多一点了，对吧？这里啊，稍微多一点，然后。你看里面主要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是通过 page sliding table strip 来实现这个切换是吧，页面的切换，然后 view pager 来去实现的，对吧？对，这边也加了一个 view pager 以初始化，然后呢我们主要是这样一个设计，在 base activity 里面做了一个什么，就是绑定，你看绑定 solids 的这样一个功能，把绑定 solids 的功能是放在 base 里面来写，对不对？然后呢里面是有一个回调的一个接口啊，这个是 Solace 对吧， Solace 里面的一个接口，对吧？啊，这样的一个接口，所以 Solace 里面用来更新这个音乐的，然后就是一个 on 这个 publish on change 用来改变什么呀，改变这个UI 的状态啊，这个 publish 呢就实时的，相当于实时的这个，比如发送进度啊，发送进度条，这个实时调用的，趁着就是每进入的时候改一下是吧，这两个不同的方法，嗯， OK， 两个不同的方法，这是在这个 Play Solace Music 里面来做的。实际上这里面的核心的东西大家要注意的是，就是这个 Play Solace 里面是最核心的，对吧？嗯，所有的这个功能的实现都在 Play Solace 里面来去完成，嗯，来去完成，包括 Mid Play 的一个啊，这个对象也是在这里面进行播放的，对吧？这里面的这个播放模式啊，模式的切换呀，你大家就把它想象成这个很多 activity 现在都围绕着这一个 solace 来去完成工作，所有核心东西都是在这个 solace 里面，是吧？这是 solace 这个核心的，周边是所有的界面和界面呢共享这一个solace， 是吧？共享这一个 solace， 那么一程序一启动，我就把这个 solace 启动起来，然后谁要用谁就去绑定它，对吧？对不对？谁要用谁就去绑定它，那不用了你就解绑啊，解除绑定啊，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逻辑啊，一个逻辑。然后每一次 solace 一那个我们说一那个状态一变是吧，状态一变，我们就立马就是要去执行这里面的接口，是吧？立马就调用它里面相应的这个 music 里面的 on change 啊和 on publish 啊，是吧？这些接口啊来去，然后呢实际上调用的是谁呢，就是你这个 activity 里面的这个 UI，是吧？因为由它去实现的，明白了吗？由它去实现这个功能，那就是更新它自己的这个 UI 界面。只要你打开一绑定，是吧？一绑定，哎，我立马就能这个回调里面的方法，是吧？你看在哪里回调？你看绑定成功以后，我就设置监听器，然后并且去更新 UI， 看到没有？是吧？就这句话一执行，就立马就是谁只要。一打开谁就去更新 UI 了，是吧？谁就立马就去会实时的去更新 UI 啊，这个机制一实现的话，那所有的这个界面那实现起来都不是问题，是吧？都不是问题，都是这样同一个套路去实现。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到这一点啊，不太理解的话你可能还要去再去琢磨一下，好吧？再琢磨一下，或者有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交流啊，跟我沟通都可以。好，这是 Solace 的这样一个东西啊，里面这些什么下一手上一手这些值那就不说了，是吧？就不说了，这个比较简单。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是这个要说一下，就是绑定的时候这个地方。之前我们在讲这个叫 AIDR 的时候呢，我们是自己写了一个具体的操作类，是吧？写了一个操作类，然后去我们去绑定的时候呢，bind 的时候是返回的是。返回的是
我们自己去写的那个类。但现在呢，你看我在这写了一个内部类，对吧？嗯，内部类继承了一个 builder， builder 的目的是返回谁啊？返回这个 get 啊 play solace 里面呢，就有一个方法，就是 get play solace，嗯，然后它会返回 play solace 的这样一个对象。嗯哼，这样对象，那所以呢，所有绑定这个 play solace 的人是不是都能得到，相当于是得到 play solace 的，嗯，谁绑定我，谁就能得到我这个类的对象，是吧？对对对。哎，这样一个小的一个技巧，就能很好的解决你绑定一个另外一个类，那么要通过那个类去实现所有的功能，嗯，是吧？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嗯，现在就是在同一个 solace 里面，你谁绑定我，我就返回这个对象给你，是吧？返回对象，当然是有可能是远程的，对吧？有可能是远程的一个操作。啊，这里面是一个小的一个技巧吧，好吧，嗯，啊，小的一个技巧，嗯，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应该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哎，就是这个通这个，跟 Solace 绑定以后的这个更新啊，这个是一个地方。第二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实现网络功能这个地方，是吧？也是比较麻烦的。嗯，实现网络的这个地方呢，你看啊，首先是我们要借助了一个这个叫 JSWAP 的这个组件，是吧？嗯，这个组件，然后去爬，相当于是啊，像爬虫啊，网络爬虫，去爬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个对应的 URL 所返回的这个数据，嗯，对吧？去解析这里面所有的 HTML 的内容啊，这个解析内容呢，可能就要费一点时间，费点时间。那我自己写的时候呢，也是费老大劲了，因为你要整个界面里面先挨个先研究一下，是吧？嗯，啊，先研究一下，然后才能知道你要找的是什么，对不对？你要找的是什么。好，所以呢，这个可能比较浪费时间啊，但是你心细一点就应该是 OK 的，没有问题。好，这是查询出来，然后找到你所想要的这个内容，然后根据百度那个 URL 地址，你主要是还是查 URL 地址，对吧？对。好，然后去显示。实际上呢，写完以后你回头一想，应该也就这么回事儿，对吧？啊，当时写的时候可能是比较费劲，但是写完你回头一想啊，原来也就是这么回事，对吧？去查询以后，然后呢返回结果显示，主要是在匹配，在这个查找的时候比较麻烦一些啊。这个我大概就说一下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下载的功能，对吧？对，下载的功能同样它设计遇到的问题就是几个界面之间的这个跳转，是吧？因为当前找了这个歌的只有一个歌的 ID， 你要根据歌的 ID 去拼它的 URL， 是吧？嗯，跳那 URL 里面再去找它的下载的那个地址，嗯，对吧？找那个地址以后再去下载，下载完就再下载歌词，对不对？好，歌词下载完了，然后哎保存下来，然后就可以了。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要遗留的一个问题。遗留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说下载完歌曲在我播放列表里面有没有呢？我是告诉你现在是没有的啊，是没有。比如说我新下载的一首歌啊，这是应该是一个安卓的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它到现在为什么这个安卓这个还是没解决，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依然是这样的。嗯，就是比如说我在这网络歌曲里面我下载了一首歌，对吧？比如 Love With You， 是吧？我下载了这首歌，我看能不能下载这首歌。哎呦，收费的是不能下载，对吧？嗯，最炫小苹果呢，能不能下载？嗯，这个貌似可以，没有报那个异常就可以，是吧？嗯，这首歌曲下载成功啊，对不对？然后应该还有那个歌词应该也下载了，是吧？嗯，我们还没改过来啊，那个地方就歌词那个地方，歌词也下载好了。下载好以后呢，我们确实是在我们的哪个地方呢？在那个文件管理器里面，文件管理器里面能够找到这个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刚才下载的是《最炫小苹果》，是吧？嗯嗯。最炫小苹果确实是有吧？刚刚下了，对吧？嗯。你看，刚刚下载的这个歌曲是有的。有。啊，是有的。但是呢，这歌曲有了，现在在媒体库里面还没有进行更新，知道吗？就在本地的，对，本地那个媒体库里面还没有更新，没有更新呢，那咱们这里就查不出来，嗯，对吧？咱们这儿呢就查不出来，查不出来呢，之前我的那段代码是在哪来的？是在 my
下载在哪里 ？Download 里面是吧？同志们，我之前说有一段这个代码还记得吧？刚才我说了把它注册掉了，然后这个代码就是下载成功以后，我立即去怎么样？去更新是吧？嗯，是吧？对，立即去更新，说告诉发一个广播啊。实际上呢，之前呢在4.4之前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就是我发这个发出一个什么广播？这是一个系统广播。我发出一广播啊，广播里面就通知他说我有一首音乐更新了，然后让系统自动去扫描这首歌，嗯、扫描这首歌，然后把这首歌加到他的媒体库里面去。嗯，是做了这样一个动作，我是往系统发一个通知，是这个意思。但是、嗯、这个可惜的是我这手机也是4.4的，4.4以后呢，这个功能就不好用了，就是禁止非系统的程序发送系统的这个广播。非系统的应用发送系统广播，因为这个广播是一个系统广播，它禁止了，不允许你这个发送，所以这发送就会有问题，就会有问题，所以我要把这个先注释掉了。你看，即使我现在下载了这首歌是吧，下载了这首歌，很多程序也是无法获取到的，比如说小米的文件管理器，你看对吧，小米的文件管理器这个程序啊，你看啊，就这个程序我是下了一下小米的这个管理器里面，在这个音乐这个列表里面，音乐列表里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你看它同样也没有小水果这个歌是吧，嗯，没有，没有吧，没有，你看我们找了一下也同样是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没有的原因就是它还是都是去扫描的是系统的媒体库，扫描系统，现在系统媒体库还没有进行更新，所以说这些都通知不出来，嗯，对吧，对，通知不出来。那其他这个 MP3 播放器为什么就可以呢？它可以的原因就是它自己去扫描了，因为它下载的歌曲它自己就是会扫描到这首歌是吧，对，哎，扫描到这首歌，然后就把这个歌添加到它自己的播放列表里面去，自动的去进行添加，而不是去扫描这个媒体库，嗯，没有吗？手动的这个程序本身自己去做了一个扫描啊，扫描这个工作，明白了吧，嗯，然后把它添加到媒体库里面去，嗯，我说啊，去做这样一步操作吧，这样一步操作。所以这里呢，我就这里就遗留这个问题。那什么情况下它能开始呢？什么情况下它能这个找到这个呢？你手机重启一下就可以了。对，你手机重启一下，这首歌就进到媒体库里面去了，然后你就能找到了，是吧？啊，你能找到了，所以这个呢，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扫描，然后把它添加到媒体库里面去，嗯，好吧，所以遗留了这样一个问题吧，好吧，嗯，算是遗留下来的，让大家去解决吧。 OK， 这是一个问题要跟大家交代一下的。好，那其他地方呢，下载然后扫描，然后这个歌词的同步我们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先扫描本地有没有歌词，有歌词我们就直接加载是吧，嗯，加载用那个安卓 LRC View 这个组件来显示就可以了，okay。 如果没有我们就上网去下完以后再加载是吧，嗯，再显示，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功能吧，这样一个功能。好，那这么多啊，可能不能大概捋了一大概齐捋了一下，没有那么细致啊，没那么细致，嗯，那么呢大家呢可能也下去以后呢还是要自己去多思考对吧，然后根据这个可能你有一些想法会更好啊，嗯，会比如说你想在这个基于这个程序上实现更多的功能啊，或者说你认为这个功能有更好的实现方案呢，啊，对吧，嗯，实现方案什么你都可以艾特我是吧，跟我来进行交流交流嘛，对吧，不交怎么会这个没有进步，啊，没有进步怎么会留呢是吧，嗯，啊，对不对，技术就得多交流好吧，嗯，OK，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项目啊，这个项目的，嗯，过程就大概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个刚开始写的时候的分析，然后用的组件啊，嗯，大概会用到的，然后包括这个界面到做完以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是吧，因为成品跟刚开始的这个模型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是吧，有一定区别。 OK，好，那我们这个扣丁音乐这个项目呢就算完工了，嗯，好吧，嗯，好 OK，现在就是回去我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这个 APP， 嗯，用自己的手机里面用着自己做的 APP 听着自己
爱听的歌，这感觉相当棒，是吧？嗯，好吧。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先上到这里。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以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那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见吧。对。